好，得奖的是 OMG， 谁想得？恭喜大佩李佩瑜，原来是这样子。透过热情与热血，主持人与制作团队深入台湾各行各业幕后，为观众用心发掘不为人知的感动与执着，鲜活呈现一幅幅深刻反映当代的独特百工图。恭喜大佩！谢谢刚嘶吼最大声的 Janet， You're the reason why I'm here， I love you。外景节目主持人是一群花最多时间拍摄、最吃苦耐劳却最难得到光的一群人。谢谢评审帮我打了第二盏这么亮的光，谢谢三立电视台，谢谢好看娱乐的汤哥，你那时候跟我说这样子第二季需要一个同理心还有能清楚表达的主持人，所以把第二季的主持棒交给我，非常谢谢你。小宇哥，是你让这个节目人文深度还有娱乐性兼具，没有你的话这样子不会这么好看。谢谢我们编导团队，安穗姐、阿茂哥、怀轩、豆子，能够跟你们共事我真的非常的荣幸。我的助理嘉文，你是我的镜子，你是我的小精灵，还有我的幸运物。原来是这样子，每一集的受访者，每一位职人，你们的故事和深度，还有对生活工作的坚持，是我最大的动力。身为一个外景主持人，能够当观众的导航，把你们的故事诠释给所有的人，是最大的荣幸。这种使命感是超越一切的。谢谢爸爸妈妈，我的家人，我的。